魔祖师。达摩法师，呢度就系朝廷宫殿，皇帝就喺殿堂上朝听政。丞相，华夏大国文化高深，建筑物好华丽堂皇，令我大开眼界。法师，你初嚟报道，仲未清楚。慢慢你就会觉得我哋梁朝风土人情系点样噶啦？系、我喺天竺国嚟，我哋祖家同你哋梁朝各有特色，不可一概而论。冇错冇错。法师，你远道而来有咩目的呢？冇所谓，冇所谓。有因要有缘配合，才可以成就。睇下啦，随遇而安。是。佛教讲随缘呢，睇下点咯。世事无常，无谓强求。丞相，你好懂得佛法啊。不敢不敢，我哋皇帝崇尚佛教。皇帝时常都讲佛经，咁久唔久又请啲高僧嚟传道噶咯，咁样日子耐咗咯，咪我哋都知道下佛法咯。系、你哋皇帝梁武帝好发心，做咗好多事业，好出名。法师，你都知道啊？法师，头先嘅钟声呢，就是皇帝上朝嘅钟声啊！请法师你去觐见皇帝啦、好啊！主上，微臣叩见。微臣启奏主上，有天竺国达摩法师求见。好，大法师远道而来，欢迎之至。多谢皇上。法师，朕最欢喜研究佛法，我想请教法师一个问题，可以吗？可以，请皇上随便讲啊。朕一生人弘扬佛法，但凡佛教事业，朕都推动不遗余力嘅。朕请众僧食斋，喐下都1000多人，又到好多人出家，又建筑佛寺，所有供养品都非常讲究，极之华丽嘅添。朕除咗请高僧讲经，自己亦都经常亲自讲经嘅。朕想问一下法师，朕做咗咁多好事，我应该有几多功德呢？法师，无有功德。吓、无有功德？喂，丞相，法师讲咩啊？法师，点解你话主上做咁多善举好事都冇功德？皇上，我对你讲嘅系真如妙法，正真如世间法一切皆空，涅槃功德系唔可以用俗世嘅价值去衡量嘅。咁样乜嘢系真如第一义呢？国言无声。主上，请主上休息下先。法师，请过那边。不紧要，我告辞。丞相，同朕送客。是，主上。法师，请。好。
法师，请去宾馆休息一下先。哦，唔使啦，而家仲系朝头早，我想趁早起程游览埋山水。咁法师几时翻嚟呢？翻嚟，我谂我唔会翻嚟。吓，法师，你一场由天竺嚟到呢度，点可以咁快脆就离开呢？丞相，凡事要讲机缘，呢度机缘唔合，勉强多留都无益嘅。法师，你何以见得呢度机缘唔合呢？你哋皇帝自己以为好有智慧，佢十分自负，斤斤计较功德，即是知之为利。法师，俗世人都是这样的啦，不知道法师有什么高见呢？超越三界六道，就必定要证得真如。那要怎样做呢？涅槃功德不宜细求。啊，法师，我真的不明白了。咁就要睇下机缘，那就此告辞。法师，法师飘然远人，真系世外高人。大师，大师，大师啊，里面有人吗？里面有人吗？大师，大师，外边是边个？达摩大师，弟子神光叩头。神光叩咗头，你可以翻去啦。而家好夜啦。神光想求见大师。那面壁九年，冇见外人。神光就系仰慕大师嘅为人，想拜大师你为师。那唔想收徒弟，你翻去。大师，我诚心诚意求大师答允收我做徒弟。那唔收徒弟。风咁大，又落雪，你翻屋企啦。大师，我立心坚决，你收我做徒弟啦。我会好好地学习的。神光，你快啲扯，多讲无谓。弟子无论如何都要见到大师为止。弟子求见大师。哦，
你仲未走啊？是啊，大师，弟子真是诚心求见，不见不散。唉，冰天雪地，你满身都是雪花，快啲入嚟，快啲入嚟。多谢大师，多谢大师。入嚟志光，大师在上，弟子神光顶礼。神光，你嚟拜师有乜嘢请求？哦，弟子听闻大师喺呢度苦修，面壁九年，功德巍巍，所以弟子仰慕之余，特别嚟求教嘅。我同梁武帝冇乜机缘，我嚟到嵩山，喺寺里边有一道墙壁，我是对住墙壁入定。且问大师，是不是这就叫做面壁呢？所谓面壁，不是只是对住埲墙这么简单。哦，那是怎样？入定是修炼意识，平时思想是相续不断的，好似天马行空，杂念纷飞，有妄念就受到外间六尘吸引，六根六尘只能够成就俗世功业咋。是，请问大师，那我们学道之人要怎样修，只是成就解脱俗世的烦恼呢？亦是要在意念下功夫。哦，大师，那要观想些什么？一切观想都是方法，属于修行过程，到最后要涤荡一切执着，心无杂念，以无分别心与真如之理互相契入，这样内心正直，一尘不染，坚持到好似墙壁直立，毫不动意，咁然后系面壁。哦，多谢大师指导。你仲有乜嘢疑难呢？大师，弟子嘅心好唔安宁，成日多多妄念，求大师同弟子安心。好，神光，你个心嚟同你安心啦。啊，弟子揾个心。揾个心。啊，了不可得个心噃。好，既然不可得，咁那已经同你安心啦。哦，大师，弟子明白，放下了不可得，即是安心。是啦，你有智慧，慢慢修啦。多谢大师。以后你叫做慧河，纳传法俾你。多谢大师。本来之徒，传法救迷情，一花开五叶，结果自然成。弟子谨记偈语。仲有《灵家经》四卷，
是佛教重要经典，现在交付给你留心学习。是，多谢大师。黎总慈参见大师。啊，总慈庇佑你，你学到点啊？大师，近日弟子收集禅观，都能够静心，禅心如水。好，禅心如水已经唔错，再用心啦。是，弟子用心修行，希望得到清净。放下妄想，敌挡凡情，即是清净，不必外求，知道吗？知道，弟子会记得的了。为何？弟子在。你过来。是，大师。纳嚟东土已经好耐，机缘已经有了，纳要返去，请大师训示。禅宗嘅意味系教外别传，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。以后你哋将学到心得逐个报告下。道夫在，你讲先。是，大师，我以为不执着文字，亦不离文字，咁就系道啦。你得到禅道嘅皮，宗慈庇佑你，你呢？大师，我嘅意思系，好似兴起见到阿初佛国，一见不再见。你得到禅道嘅欲，道欲在，你呢？四大本空，五阴非有，而我所证无一法可得。你得到禅道嘅骨，为何你呢？啊，为何师兄做咩唔出声啊？系、哦。为何师兄只是走出来向大师顶礼，又走回去站回在原位？是咯，为何师兄好有智慧的，为什么他不出声的呢？为何你得到禅道的精髓？啊，精髓？是，为何明白到离文字，离语言，清净心愿，所以他得到禅道精髓。多谢大师。以前释迦佛祖在灵鹫山拈花，迦叶微笑悟道，释迦佛用正法眼状全副家业大事，辗转累足而传到我。而家我嚟到东土，喺禅宗第一代祖师，我护法于你，
你应当受赐。多谢大师。那袈裟一件，你收好佢。多谢大师，弟子谨记受赐。高勉为我师兄。禅宗有第二代宗师了。